三十。然后那个是一个二十。哦，要要求便宜，等于这个五十元以下全品项都可以买得到，对不对？有超过五十块的东西吗？没有。没有。OK。这间店真的太夸张了啦！不但全品项不超过五十元，这里的鸡排啊，还真的只卖35元呢。这种价钱，印象中应该是我国中时候才有的了。哦，用秘制酱料腌制的鸡排，再裹上地瓜粉油炸。哦，这金黄色的酥脆表皮，配上多汁的鸡肉，不用吃，看这排队的人潮，我就知道它有多美。只能说，高雄人物的乡亲们，你们真的好幸福的哟！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快，好快，谢谢，谢谢，根本没有等啊！哎，丢那么多东西，阿姨是要给我们的。哎呀，阿姨就是很热情，我就是喜欢南部人这样热情的感觉。这下满载而归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规则。对，来，豪哥。这个给你，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，哦，这个是鸡排，鸡排，对对对，我先给他看，好大，这个是鸡肉串，哎，我们刚刚有鸡胸肉啊，你看这个鸡排也是很大，很大的，你烫哦，烫哦，好烫，好，不要说了，有点，超大，好想干下去哦。你这是什么邪恶的行为？来来来来来，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好大！哇哇，好吃！你看得出来，看得出吗？它的肉汁不是那种踩的，很 juicy 的那种。外面的那个皮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肉是超级嫩，然后很多汁。子红刚刚说，他那个很久没有吃鸡排，很好吃的。OK， 我当然 OK 啊。OK， 因为有些鸡排会用组合肉，对，它这个就是原肉。但是它是到最深的部分还是有那个它的味道，一层一层，里面全部都是肉汁。哎，它那个油香味呢在里面。你这一口也太大了吧？好爽。好吃，但是传统的鸡排，跟现在我们常吃到那种脆皮就不太一样。对，它是对它那种果粉呢，先前已经有做过研制，所以你吃得起来，它还会有那种甜甜微甜微甜的味道。然后你看这个皮哦，它的皮跟肉连接在一起，就是它这种黏黏，然后甜甜的，很可口的。而且它这个鸡排没有骨头啊，没有骨头啊，哦，这么好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吃，35块，这个很好吃，而且不算小块。这里也是10块钱而已。好嫩哦！哦，有多嫩？一咬就吓到，那个嫩度是很嫩，不是一般的嫩。哎，它这两个吃起来的口感还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切很薄的鸡胸哎。哦，对对对，鸡胸肉要做到那么嫩，我觉得蛮不容易。对啊，完全不柴哎。哎，这个真的厉害哦。